生活就像流水，点滴的幸福又渐渐的平淡。忘记谁说过，每一天可以重复，但不能乏味。于是我选择成为超级试驾员，从此打开生活的又一扇大门。我是裘建军，汽车之家超级试驾员。优雅的生活态度需要更加精致的我们，一杯咖啡，一段闲暇，品味可以就是这么简单。我是张璐。嗨，好久不见。这就是你说的帝豪 GS 啊，颜值很高嘛。城市跨界 SUV， 完美灵动，无可挑剔。感觉对了，那就出发吧。今天要去选一件新旗袍，同时会一位老友和他的全新帝豪 GS 来一次美丽的邂逅。老友相聚就是这样，女人的衣装和男人的车不断交互的话题，引发别样的灵感碰撞。古典传统旗袍彰显优雅精致，